只说它一开始被发明来处理语言的、啊。那之后，我们之后会，就是我们今天课程最后会介绍一个 Basedon 循环神经网络的结构，然后 Transformer。那基本上，从现在的这个发展来看呢、啊，它已经统一世界了，就是可能什么图像也可以用它来处理啊，语音也可以用它来处理啊之类的。那你可能会觉得，图像不是用那个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吗？那可能是2020年以前的事了。当然以后这个基本上这个基于那个 transformer 不能说它是循环神经网络了，就是它是基于它去想出来，但是并不是跟它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子。那在那之后基本上都是 transformer 的架构了。好，不过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啊、就是等一下我讲 transformer 的时候，我就会讲一下它的缺点。那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运算能力就是你手上有的运算资源不够的话，基本上你大概也是不太可能用 transformer 的，可能还是会用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所以虽然是2020年以前，比较常用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不过我想在一个可以想象的未来之内。目前在学的这些大家可能都还是会用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循环神经网路、最重要的结构的这个叫长短记忆单元。好，这个长短记忆单元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嘛，那我们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文字啊，它其实是一个多分类任务嘛，对不对？或者我们不要讲多分类任务，就是这个每一个 单字实在是非常非常多啊。那我们要把它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多类别的一个类别变相。那透过词嵌入word embedding， 那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 embedding。 那这个把它变成这个 embedding 之后，这个 embedding 啊有产生的方法目前是用 word to vector 嘛，对不对？那也可以直接在 model 去 training。 那但是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些这个就是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的两个单字一直很接近，它的向量就很接近嘛，对不对？那缺点是，问题是在之前的网络，我们还是用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文字的顺序啊，还是没有进入这个就是网络里面进行运算。那个字出现在哪里啊？好像目前是没有，就是目前是没有被这个就是把这个 information 纳入神经网络里面。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以前我们在做卷积核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做？就是内积嘛，对不对？不断的，就是我对这一块进行内积，然后出现一个数字，这数字越大，就代表它越相似嘛，对不对？那它不管现在是在图片的左上角跟图片的左下角啊，它内积出来的数字是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对不对？好，可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呀、啊。我们在每一次扫描卷积核的时候，就是卷积核在扫描的过程中，好，如果我刚刚有读过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刚刚有看过一个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如果是可以被记住的，比如说带有记忆结构的，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就可以了解前面我刚刚看过了什么字，那现在这个单字的意思，哎，很有可能就可以被改变了。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好，那当然你会说，我如果需要判断这个单字的意思，可能除了上文，我还要看下文，对不对？可是只要我们记忆结构可以设计出来的话，那我们可以从开始到结束，这样从上到下这样下一次，从下到上再上来一次啊，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关键就是我需要一个带有记忆结构的类卷积核，这样可以了解吧？带有记忆结构的类卷积核。好，那这个记忆结构啊，我们画成图的例子啊，这样比较简单可以理解。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 input 这样丢进来的时候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单字，那它单字可以先变成一个 embedding， 那可能是一个50维的向量，或者是500维的向量都可以。好，这个50维的向量啊，进去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模块以后 ，module 以后，它会出来一个可能也是50维的向量。然后跟等一下下一个50维的向量，哎，两个
合并。这合并的方式啊，可以用这个，就是可以很简单的用串联的方式就好了。所以50+50，它会变100微的向量，对不对？好，100微的向量经过一个这个线性转换，那它100微可以忙再被压回50微嘛？啊，这样子维度就固定了。再经过一个非线性转换，所以出来的是50微哦，出来的是50微。这50微的数字，我们可以直接输出啊，变成下一层的啊，好 input。那也可以传递给下一个这个模块，下一个 module， 那也是传50微的维度进去。那因为它的 input 又是50微嘛，所以合起来它又是100微，对吧？那它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的样？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每一次我在做线性运算的时候，就在我在做非线性运算之前，一定会做线性运算嘛，对不对？在做线性运算的时候，都会获得前一个的 output 加上我现在的 input 两个结果，这样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吧？好，如果你写成数学式的话，它会长这个样子。好，我们以这个 ht 减一来开始 ，ht 这个 xt 减一，它首先要先跟 ht 减二合并，这两个合并嘛，合并我们用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串联的意思，所以本来50微50微就串联成100微喽，这样可以好。好，这样串联成100微之后，我们可以乘以一个100乘以50的矩阵，那会接着这个 p 就变成50微了，这样可以接受吧？好，这个 p 啊，先经过这个非线性转换，又变成 ht 减一，然后接着嘞，下一个这个 ht 减一就出来了嘛，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接着嘞，你再输入一个 xt 要先跟 ht 减一做合并，合并完了以后，这个变成 q， 然后 q 经过线性运算变成 p。P 再经过非线性转换变成 H， 以此类推下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对不对？并且它带有记忆性质，这样可以吗？就是我们现在在设计这个 module， 你应该可以理解，我们现在这个输出啊，如果 XT 跟 XT 加一，它即使是完全一样，即使它 input 是完全一样，但是因为它记忆下来的东西可能不一样，所以输出的结果应该也会不一样，这样可以接受吧？所以这个带有记忆单元、记忆结构，这个是不是就蛮容易理解？可以哈。好，这边为止，大家有没有不理解的？这个记忆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因为后面这是我觉得就是近代神经网络突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所以大家要记住。好。那这样有什么缺？我们现在这样设计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嘛，对不对？可是这样设计有个缺点。好，你这样想想看哦。你刚刚，我们如果没有图的话，我们用图来说明好。啊，你在做 XT 的时候，你是用 XT 减一的 output 丢下来，对不对？啊，它的向量长度多少？50微，对不对？好，那这50微记录的 information 是什么？是 xt 减一和 ht 减二，对不对？可以接受吧？好，那如果今天啊，你现在变成 xt 加十 ，xt 加十，它的资讯来源是什么？哦、可能是 ht 加九，然后和 xt， 也就是 ht 加十等于 xt 加十和 ht 加九的。那这个 ht 加9是不是又是 xt， 就是 xt 加9加上 ht 加8合在一起，所以对于 xt 加10来讲，这个 xt 这个 information 是不是离得很远很远，只留下一小部分的 information 在 ht 加9里面，就是这个你的东西离得越远，那个它记下来的资讯可能就会越少，这样可以接受吗？所以这个结构不好，不好在哪里？因为这个过太久的东西它会忘记，这样可以接受吗？会忘记这件事情很重要。好，可是我们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思考的是，有什么东西是一定必须被遵守？好，这边这个 W 的维度是必须被遵守。因为这个 W 不可能说我在做第一次内积的时候，它是一个100乘50的矩阵，那
第二次变150乘以50的矩阵，这不可能嘛，对不对？好，所以说因为这个维度就是你 input 的维度啊是固定的，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一定要用有限的维，就是有限的维度数目资讯，然后假设维度是50，那就是50个数字，我一定要有限的数字去记录以前所有的讯息，这样可以理解吗？听得懂我现在论述的事情吗？那这样子的话，我如何用有限的 embedding 来记录很久以前的讯息？我们现在想到了一个方法，来，这个是，这个你们想得出来是太夸张了，好不好？人家花很久的时间才想到了。他的想法是啊，这个用长短记忆单元，它的名字叫这个 long short term memory。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等一下来看后面它的结构是什么，好不好？但是你要先记得一件事情，这个 long short term memory unit 就是想办法来解决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记忆衰退这个问题。好，它怎么解决记忆衰退呢？因为维度数目是固定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去增加维度，这个是一定不可以被违反的事情。好，那什么事情是可以被违反的？你现在一下子看到这个，你会吓死，好不好？什么是可以被违反的？我来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结构之前，我们先思考这个事情。你现在看它的名字哦，叫长短期记忆，对不对？好，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串向量，专门记录短期记忆？好，那一串向量专门记录长期记忆。好，那这样短期记忆50，长期记忆50，那当前的输入50，合并成150。一起丢给一个先行运算，这个是可以允许的，对不对？就是你可以固定都是150乘以50，那 output 的都是50，这样可以接受，对不对？好，可是那现在的问题是，那我怎么样让有时候是短期记忆，有时候是长期记忆？短期记忆比较容易理解，那短期记忆就是刚刚的 output， 那就是短期记忆，这个就是短期记忆嘛，这样可以接受啊。那长期记忆怎么办？这个长期记忆啊，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可以设计一个长期记忆，然后当短期记忆进来之后，我们去设计一个，就是设计一个，假如说一个合并的过程，我们可以用加法。那这个加法是%，假如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零到一之间的数字，假如说这个就是经过 sigmoid 的函数，它就是零到一之间的数字。好，我们可以去记录说，哎，我们现在要用70%的长期记忆，加上30%的短期记忆，合并成新的长期记忆，还是用100%的长期记忆，加上0%的短期记忆，合并成新的长期记忆，也可以是0%的长期记忆，加上百分之百的短期记忆，合并成新的长期记忆，对不对？好，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有一个，我们可以有一个 get， 那个东西叫 get。这 get 的数值介于零到100%之间，然后去决定我还要保留多少过去的长期记忆。那如果说这个你发现这个 get 的 output 永远都是100%，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我新的短期记忆不要去洗掉旧的长期记忆？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哦？好，实际上怎么实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先假设这一条是长期记忆。这一条是长期记忆，这一条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好了，长期记忆的长期记忆叫 C 减一，这边是 C 减一，这样可以接受吧？啊，短期记忆叫什么？啊，短期记忆是 HT 减一。好，所以这里是 CT 减一，这边是 HT 减一，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 XT 现在进来之后，你要先跟短期记忆合并，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对不对？合并这个，这样这个东西就合并嘛，对不对？合并完之后，就是假设这50维，这也是50维，那这就是100维的向量哦。好，100维的向量，我先100乘以50的矩阵，好，这样子出去，这里是一个50维的向量，这也是一个50维的向量，这也是一个50维的向量，这也是一个50维的向量，所以它其实是100乘以200的矩阵，然后出去之后会有4个东西，这样可以接受吗？再把它分离。50+50 input 出去是50+50+50+50，好，可以接受吗？
input 是50加50维度啦，我说的是维度的数目哦，出去的维度数目是多少？50加50加50加50，总共200。好，那第一个50要经过 sigmoid， 这是 sigmoid 的符号，所以第一个50出去的时候是0到 1， 这样可以接受吗？就是会有50个0到1哦，会有50个0到1。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哎，这50个0到1乘了，去乘了什么东西？乘了长期记忆，所以长期记忆的那50个向量它全部都被乘上一个0到1之间的数字。好，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什么？我们把它叫做遗忘门 The Forgot Gate。 为什么呢？这个门负责来控制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出来就是0到1嘛，对不对？这个数字出来负责控制我要忘掉多少长期记忆。这个长期记忆啊，如果我们发现，哎，你可以把东西想象成这个样子。如果今天我们的 input 跟我们的 input 是一个很重要的单字，比方说 cancer 哈，那假设 cancer 这个字非常非常重要，那前面那堆垃圾是不是我们都不想记得？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那这个时候我的 forgot gate 就应该要几乎所有数字 output 都是零，我要洗掉我的长期记忆，因为现在这个很重要。那假设我的 input 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字，比方说 the 这个字。或 if 或者是 is 啊之类的字，那这个东西它的 output 应该要几乎都是一，因为现在啊长期记忆不能被忘记啊，因为你新输入的字是一个废物啊，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所以这个结构大家了解了吧？好，接下来第二个结构是什么？第二个结构是再过一个 sigmoid， 所以又是零到一之间。为什么这个零到一之间它乘的数字是什么？它乘的数字是我们的，哎，这个过要过非线性转换嘛，所以这一串向量，这一串向量，它是不是相当于这一串向量？啊，本来这两个合并的新的 embedding， 这样可以了解吧？好，这个新的 embedding， 它基本上它的成分是什么？上一次的短期记忆加上新的 input， 这样可以接受吧？这个东西一样啊，经过一个 gate。去把它变成零到一之间，就是把它让它的数字做一个缩减，缩减完了之后相乘，把这两个相加，长期记忆跟短期记忆相加。所以我们换个讲法，如果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单字进来，就要说 cancer， 啊 cancer 这个字啊，我们可能它可能会控制到，哎，把这个把这边几乎变成零，啊这边数字很大。啊、这样子的话加上去新的长期记忆就可能几乎只剩 cancer 了，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那这个这样上来的话，新的长期记忆至少在这里的时候，它就是我已经和 我透过我的这个module， 我决定我到底要合并这个 x 跟 h 跟 c， 它到底是几比几比几的方式去合并，哎，是由这三个部分去控制的，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合并完了以后啊，来注意一件事情啊，那合并完这就是长期记忆了，这个就是新的 C 就要往下传，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等一下给下一个 module 去用，因为这是新的长期记忆。好，可是这还不是这还不是当前的输出哦，当前的输出，哎，这个东西还要经过一个非线性转换，经过一个非线性转换以后。接着，这个这边还需要有一个 gate， 这边还需要有个 gate 去把这个非线性转换出来的东西，把它变成，就是就是把它再舍去一些东西之后，因为你的长期记忆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废物？就是你这个长期记忆里面，现在在这里照理讲，还有这篇 document 前面你看过所有字的。那你必须要舍去一些 information， 这才是你的短期的这个 information 嘛，对不对？所以在透过一个 gate 以后，哎，这个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这个 h， 那这个 h 啊，不但是当下的 output， 也是等一下的 input，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当然了，你会觉得。
觉得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构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举例来说，这个跟这个，有没有可能输出一件事情，就是同时我不要短期记忆，也不要长期记忆，就是这两个输出都是零嘛？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可能，对不对？所以这边可不可以换成一减它？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去掉，改成一减它，可以，对不对？好，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这个 module 要设计成怎么样子？其实 depends on you， 你不见得要设计的跟现在我跟你讲这个结构完全一样。好，我现在跟你讲这个结构是1997年，是当时最早被提出来的结构，那它也被证实是好用的，但是并不是唯一解哦，后面有好多人去改进它。只是那个改进都比较小，我在大概至少在去年的课程，我还有去介绍它的改进形态。可是今年，因为我觉得，因为就是那些改进形态哦，对它的 improve 可能都只有一点点。比方说这个东西，长短期记满分100分，这个长短期记忆单元可能可以拿个10分好了。那些改进大概都只能让它变成11分、12分之类的。那后面有个新的叫 transformer 这个结构。啊、直接把10分变成了90分了，所以那些改进我就不想讲，我只跟你们讲那个最初始的那个，就是 idea， 他到底是怎么去想，他发展出这个结构，他到底怎么去想这件事情，这样我们听懂了是吧？好，那你如果把它写成数学式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 x 跟 h 要先合并嘛，就是我们现在把图转成数学式好不好？来 ，x 跟 h 要先合并变成 q， 这样可以接受吧？好 ，Q 它要经过四个线性转换，对不对？来 ，Q， 我们先用 L1、L2、L3， 还有 L4， 这样可以接受吧？那这你就要 W1、W2、W3、W4 嘛，都是 Q 哦，它的 input 都是 Q 哦，分别对应到这四条线。好，接着第一个 L， 它要先经过 sigmoid 的转换，变成 A1 在这里，这样可以接受吗？好 ，A1 要乘以 C 减一变成，CT 减一变成 CT， 这样可以接受。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的 CT 哦，因为最终的 CT 还要再做一个处理，它才会变成 CT， 这样可以接受。好，它会变成 CT，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一撇。好，接着，这里部分两个部分嘛，对不对？一个是 L2 跟 L3，L2 要先经过这个 sigmoid 的转换 ，L3 要经过 tangent 那个双正切函数转换。然后这两个相乘变 S， 相乘变 S 就在这里，然后 S 加上这个 CT 变成了新最终的 CT， 这样可以接受。好，这个就是这一条长期记忆哦。好，接着这个我们还需要经过一个 L4 要经过非线性转换变成这个这个就是这个 A， 然后接着这个 CT 要先经过一个双正切函数的转换变成 O 跟这个 AT 变成 H， 好，这样才能出去，好，这样可以接受吧？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长短期记忆单元，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这就是这样的一个 module， 这个 W 啊，在不同的 module 里面，这个 W 是共用 ，W1 到 W4 是共用，这样可以接受。好，那这边所有的方程式就是一个长短期记忆单元的一个单元。好，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复杂。那我们在这个就是 MXNet 里面要怎么实现呢？好，这个实现真的是有点难，就是你要先给它，就是它是一个 module 的成分，你要去指定它的这个number of hidden 跟这个就是它的就是 dimension 是多少，然后它的 hidden data 是什么。那这个程式码有点复杂，那我就不带大家 review。因为，我跟大家讲，它被淘汰了，对不对？一个十分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带大家太认真去做了，好不好？好，你只要复制贴上，这就是一个 LSTM 的 cell。注意，这是一个单元。那如果你这样直接复制贴上，好，你直接复制贴上了以后，这里会有一个，来，这个是 LSTM layer， 就是你把它合在一起。LSTM 是这样，它这样子，从前文到后文这样往过来以后，
他要从后面到前面扫过来，然后把两个合在一起，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长短期记忆的这个就是循环神经网路，这样可以接受吗？因为我不能只看上文啊，我还要看下文，就是我的记忆啊，我不希望它是从头记到尾，我也希望从尾记到头，这样对于这个单字的 output， 它可能才是一个有效的 output。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LSTM layer， 它就好，这个大家以后如果有兴趣的话，然后对程式的理解也比较够的话，大家可以去猜里面的这个就是里面怎么做的。不过我在这边我就不带大家猜了，因为既然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不需要特别去学了。好，那我们一样啊，再下载下上周的数据、注意哦，我们下载上周的数据我们是 embedding 的值，我们要下载下来，因为这已经变 default 了，这样可以。好，那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做一个读档，大家可以先下载哦，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可能要做蛮久的。好，除非你不想要 repeat 这个实验，好不好？好，做前处理，做完前处理之后定义 iterator。 好，定义完 iterator 以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神经网路。来，注意大家看一下这个神经网路哦，这个神经网路 embedding 完了以后，它基本上就是丢进 LSTM layer 里面，所以这跟 convolutional 非常像，对不对？那我问一下大家， LST 我们之前在做 convolution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单字输入一次，两个单字一起输入，三个单字一起输入？ LSTM 需不需要做这件事情？需要还是不需要？有没有人要举手？我们再重新讲致命题，就在先前的课程里面，我们说这个十四，我们说这个就是因为有时候单字会变是片语，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结构是有时候它抓一维的，有时候抓成两个字的，有时候抓三个字的，这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的结构，对不对？啊，请问一下，我们在做 LSTM 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做这个结构？需要或不需要？来，需要举手。没有认为需要，不需要举手。大家都认为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我们回答一下。好，很好，讲很好。他因为他真的本来就记住了嘛，对不对？他如果觉得前一个字重要，他就会记住嘛。很好，所以人先不需要多通道哦，这样可以哦。好，你们应该想法也都一样嘛，对不对？那这太好，就是有听懂。好，那LSTM 做完了以后，你可能可以做 pooling， 然后接着你就可以去做这个运算。好，那这里的结构一样，我们去来，我们把它复制贴上，然后接着来这个把这个优化器贴过来。好，接着就可以 training 了。好，我这边都大家先跟着我 一路贴啊，如果你想就是如果你想做实验的话，就一路贴，好不好？好，预测完之后，你的 ROC 客服你应该会得到一个，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好的一个 ROC 客服。好，那我们让他训练，那训练呢？训练的过程你如果想跳过的话也没有关系，请你直接做练习题。练习题这两个档案你可以直接下载，这两个档案是我已经训练好，刚刚用刚刚那个 LSTM 的这个模型。我已经训练好了两个模型的，还有它的参数。那你可以啊，试着重现一下 LSTM 单元的推理过程。这个重现的原因啊，就是我希望你可以完全了解这个 module 它到底是怎么去进行运算。如果你重现得了，你就完全了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边是先合并，经过一个线性运算之后，再经过一个非线性运算得到 C 啊，以此类推，就是。这每一个 module 啊，它的这个运算都是这么长的一个运算。如果你完全了解的话，那也许你就可以这个重现出来啊。当然啦，你也可以看着我们的答案，然后来试着重现它。就是你了解，这一行到底在做什么？这一行到底在做什么？这边它看起来就是在做一个 gate 嘛，对不对？在做一个在做一个线性运算，然后这两个要相乘在一起。你可以跟前面对答案，好不好？好，那我们就
我们就让大家做一下练习。好，那这个就是 LSTM 单人的推理过程，大家可以贴一下语法啦。好，那重点是这样子，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把前面的数学式，然后把它想成就是，哎，首先你需要先得到你的这个就是你的 I to H 这个，然后总共有四个 get， 你要分别做运算，然后相乘再相加，那最后你可以得到你的结果。好，这边我就不特别重复了啦，好不好？跟前面的过程是一样的，只是变成程式语言而已。好，我们来讲一下，就是第一节的引申资料啦，就是 LSTM 有许多变形，刚刚开始上课的时候讲过了，就是有一些改进，但效果不大，因为真正大的是在后面的。好，那像是这个 get recurrent unit， 好，这是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个改进的啦。虽然说作用不大。被引用个三四千次，那也是很吓人的，好不好？那所以说，就是也没有到这么的没有用啊，好不好？那重点是这个 idea， 这个 idea 要被大家记住，就是如果今天需要一个有记忆的功能，那我怎么去设计它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值得留下。好，但是今天我们最后上课会讲到 transformer。现在像什么 ChatGPT 啊，全部都是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结构，所以说，基本上 LSTM、GRU 啊，真的没那么重要的。好，那我们现在来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上这节课的时候啊，我们先注意一件事情。前面我不确定大家对于我们做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疑惑啊？来，我现在再问一次大家这件事情好不好？就是我们经过 LSTM。或者是 convolution 卷积了以后，我们就算是 convolution 好了。我们卷积完了以后，变成高阶特征图，对不对？这是每一个字有多像这个卷积核，对不对？为什么我要用 max boolean？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我们先考虑卷积的状况下，为什么我们要用 max boolean？ 为什么？有没有人要回答？还记不记得我为什么不是用 average pooling， 或是为什么我要用 max pooling？ 我上节课有讲哦，我确定一下大家记不记得。这样你很想讲，来讲讲。忘记了，大家都忘了吗？大家都忘了，让我来帮你们回忆一下。好，这边每一串向量是不是都是一个单字的意思？那这个卷积核就是我希望跟某一个单字的意思乘积起来最大嘛，对不对？所以假设我这第一个卷积核它是找 cancer， 我只要找出最像那个字到底有多像，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今天我是用 average 的话，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长度为200的病例，中间出现了 cancer， 和长度为10的病例中间出现了 cancer， 这样他们被稀释的程度是不一样，所以我要用 max pooling， 因为在这里我的重点是抓到最像我有兴趣的那个单字，它到底有多像，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吧？好，那到了 LSTM， 请问一下，这里用 max pooling 有没有问题？跟刚刚其实差不多嘛，对不对？来，只是差别在刚刚那个卷积核只能看，本来只能看那个单字，现在我可以看上下文，我还是想找 max 嘛，对不对？我还是想找的是 max 嘛，对不对？这样可以接受吧？好，可是当然就是这个 pooling 的手段啊，这个我目前就只会两种 pooling 的手段啊，一个就是 max pooling， 一个就是 average pooling， 对不对？还有没有更好的 pooling 方式？我不知道。那我们来看学一个更好的 pooling 方式，来，这个想法这个样子，来，那我们现在请一个勇者来念这段话，来，有没有人要讲念的？好，来。你想念吗？好，你念，你念看，念念看。好，那我们现在不要你念，实在太辛苦了。你如果念他的意思，你会不会觉得快很多？你要不要再念一次？
好，没有你们有没有？好，我想我故意叫他，就是好了好了，这个真的是勇者，我们给他加个一分了，好不好？就是我你们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是字是照顺序的，但你发现不照顺序念比照顺序念还要容易很多，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好，你们有看过这张图吗？好，没有没有看过这张图。好，但是好，你们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就是你的脑袋显然并不是真的照顺序，对不对？你的脑袋是把一堆字全部看进来以后，然后你做了一个重组，那你脑袋里面其实大概知道它的顺序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并不是真的完全照顺序哦。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学这件事情。那我们到底怎么做的呢？我们在阅读一个句子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将注意力放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单词上。其实啊，这句话里面出现多少个单字，老实讲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单字。那些比较重要的单字进到我脑袋里面之后，它自然就重组成一个像样的句子。那至于它本来的顺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重点是这个注意力。我们整篇文章有一些单字会被我们 highlight 出来，有一些单字会被我们舍去，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现在想要用注意力这个东西来做 pooling。 我们本来 pooling 就是所有的向量，就是每一个 这段句子每一个单字全部都有串向量嘛，对不对？平，要么就平均，要么就取最大值，这太粗糙了。我们现在要想个方法来做注意力。好好，这个注意力要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到了最后一层的时候，每一个就是经过不管是 LSTM 还是经过 Convolution， 最后你一定都会得到，每一个单字都会得到一串向量，对不对？这个向量通常是相似度，就是跟你的那个卷积核到底有多相似，或是跟你的 LSTM 的那一个就是权重到底有多相似，这样可以接受吗？好，接着在 pooling 以前，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再让它经过另一个神经网络。它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直接先变成这个本来50维变成3维，然后再变成5维，然后再输出一个数字。所以每一个单字它都会输出一个数字哦，这样可以接受吗？好，这个数字总共假设你有50个单字，我们把这个数字50个单字做 softmax， 这样它加起来会是 100%， 对不对？然后把 softmax 之后的 score， 这个东西我们就叫 attention score， attention 的注意力的意思， attention score 乘上这一个权重，然后再把它累加起来。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今天有一个单字它真的超级重要，那它的 attention score 或许就是 95%，剩下的单字都是加起来 5%。 那这样我看着这个 attention， 那这样最后这个组合成的向量是不是百分之可能 95% 都是靠它了？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那如果我发现这一串句子里面同时有三个单字很重要，那是不是可能 33% 靠3， 34% 靠7， 33% 靠第10个单字？那这样子合并起来是不是就避免了我们刚刚讲的很多问题？举例来说 ，average 的问题是什么？所有的单字权重是一样的，这个不好，会被稀释。那 max pooling 的缺点是什么？它只找最重要的啊，对不对？那剩下的单字真的都不重要了吗？也没有不重要啊。所以 attention score pooling 是不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我们只要在网路里面，我们只要设计一个这个一个模块可以去计算 attention score， 这样就好。那 attention score 的逻辑就是加起来要100%，这 softmax 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件事。好，可以了解的意思吗？那 paper 是这篇，这是他的图。好，那这个就是套用这样的概念啊，我们它可以有很多种变形啊。啊，举例来说，在 pooling， 在这是同个句子，这是同个句子哦。那这是这边现在是一个单字一个单字，那我可以先在这个 sentence level 先做每一个单字的 attention， 然后组合成一个 sentence embedding。 那这个 sentence embedding 在网上可以再看哪一句话是重要的，再把它组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 document， 或者你可以先把它变成一个段落，变成段落以后再把每个段落
用 Attention Go 合并成一个 document， 这样在最上面那个 document 的 embedding， 是不是你甚至还可以反推到每一个 word 它到底有多重要？这个 Attention Go 还有一个好处哦，就是，就是因为我可以知道它是看哪个单字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 highlight 出来？我到底我的 model 在预测这个结果的时候，到底是看谁呀？到底看哪一个单字去做的？甚至可以看到底是看哪一句话去做的？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你要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啊。来，你看哦，刚刚到这里是 LSTM 对不对？好，接着 LSTM， 我们先过一个 convolution， 让它过一个30位，它变成压缩成30了。好 ，radio drop out 以后，再过一个30。Radio drop out 以后，再过一个 convolution， 这个时候只剩一维喽。只剩一维之后，我把所有的这个数字做 softmax， 得到 attention score 以后，我把 attention score 跟 LSTM 两个相乘了以后累加啊，因为这个 attention score 它累全部加起来，每个单字加起来的数字是一嘛，所以它累加起来这个 pooling 的值是不是？这个 attention score 就可以代表每一个单字的重要程度，这样可以接受吧？所以难度，这个 attention score 难度是不是其实没有很高？我中间加这样的一个结构，我只是把这样的结构换掉，把本来是直接做 max pooling 嘛，把它改成这样子，这就可以跑了，这样可以接受吧？这个应该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吧？应该不会觉得很。对不对？我们只是新教了一个 pooling 的方式。好，那这个如果你进行预测的话，你可能会发现performance 不见得有提升啊，好不好？因为 attention score 的重点并不是去提升。如果以做这个癌症病例分类的话，其实你抓到癌症这个字就够了、你不见得要理解整篇文章的句子意思嘛，对不对？所以 attention score 这个。重点不见得会提升你的 performance， 可是它有很多好处啦，就是它可以知道你是怎么去预测，就是你把那个 attention score 拿出来看，你就知道哪个单字是比较重要的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对于我们协助我们判断就是 AI 这个预测的逻辑，这个是很重要的。好，这样可以吗？好，那一样啦，你们就不用再重新 training 了，请你们直接下载。这个就是，请你们直接下载这个 LSTM V2， 这里是有 Attention Score 的那个就是 model。那这个 model 啊，你要去拆解它有点困难、那我建议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直接贴这个语法答案，直接贴答案。你这里也要贴哦，这里也要贴，这里不能不贴哦。而且你还必须下载拼写校正的这个字典。你做完之后啊，你可以把这一大串句子贴在这里，你可以直接去看看它预测的地方是不是对。那因为它是判断癌症病例嘛，所以你可以自己打一段，这个病人有癌症，随便你怎么打都可以哦。你看看它会不会，它在判断这是癌症病例的时候，它有没有办法 highlight 出正确的。这样懂我意思吗？你说这不是一个癌症病例，那你要 highlight 它，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好不好？因为你这个分类其实判断有没有癌症，对不对？你判断它不是癌症，它的 attention score 通常就是会它因为它看不出哪个字比较重要，那通常每个字都不太重要，每个字的权重会差不多。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好，那我们来给大家试一下这个练习二，好不好？好，那这个 attention score 大家应该试的差不多啦，就是对大家来讲应该重点就是我们学了一个新的 pooling layer， 就 attention pooling， 这个以前是没有学过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先讲一下 attention pooling 它的优点好了。 attention pooling 的优点就是对于神经网络的逻辑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了解了，对不对？好，然后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不管我的 document 有多长，那
这个毕竟最后就是组成一个意思嘛，对不对？那他就没有那个 average pooling 会被稀释的那个缺点嘛，对不对？那他也没有那个 max pooling 的那个max pooling 的缺点，就是我一次只能看一个字嘛，对不对？他可以看好几个字把意思组合在一起，所以这 attention 的好处。当然他缺点就是那又是一个要 training 的东西，觉得不方便，可是也没有很不方便，对不对？就是你就加个几层结构也没有到很不方便。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来教今天的第三个东西。刚我们讲了半天长短记忆单元或者是这个 attention score，哦，它基本上都还是基于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的结构嘛，对不对？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循环神经网络。好，我们现在要来教大家循环神经网络是什么，就是，哎，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LSTM 单元它长什么样子？就是你 input 一个东西进去之后，然后它有长期记忆跟短期记忆一起丢进来之后，它会得到一个当前的 input 嘛，对不对？然后它又会丢出一个长期记忆跟短期记忆，对不对？好，然后它是不是可以无限循环？这是一个 LSTM 的这个结构啊，它是一个可以无限循环的结构，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结构是可以无限循环的。好，那当然我们目前的任务是我们限制我们的 document 不超过200个单字，对不对？然后我们上去之后这200个输出我们是先经过 pooling， 然后再它变成压成一个，就是比方说假设有200个单字压成一个以后，然后再进行运算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用法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用每一个单字，就是每一个 input 每一个 output 来做一些什么预测，假设我们这边 input， 我们大家都玩过 ChatGPT，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了。就你丢一个我，然后它就输出 I， 然后那你再丢出我 I， 那是不是可以输出你？那是不是它又可以把你丢下来，然后一直往下？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无限循环的链式结构，可以接受吧？那我可以跟大家讲，ChatGPT 大概就是用类似的逻辑去做的。当然，它不是用循环神经网络。它是用 transformer， 但是我们后面再讲。好，但是我们可以规定 H0 的 output 它等于 x1， 就我们把这个结果丢下来，再往上预测，再丢下来，再往上预测，再丢下来，再往上预测。这样子的话，它是不是可以自己讲一大段的话？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只要给它起一个头嘛，比如说你给它起一个我。然后他就开始讲，就是我喜欢你，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接下去，这样可以理解我意思。接到什么时候停？如果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在所有的文，就是你所有的话都讲完了之后，你后面给一个额外的这个符号，比如说 end， 那你看到他讲的一大段话，他预测下一个是 end 的时候，你可以结束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就可以来讲话了，对不对？那你现在就可以想象 ChatGPT 它是怎么做的啦。它一开始可能会，你不是要先问它一个问题吗？对不对？那你就是先问它，比方说十个字，你打十个字给它，那它就用这十个字预测第十一个字是什么，预测第十二个字是什么，预测第十三个字是什么。这是一个文字接龙的一个模型，这样可以吗？好，那这个就是卷积核不使用记忆资讯，所以说如果今天比方说比方说我们今天输入一个这个比方说我好了，我输入我就必定会出现爱好了，出现爱就必定会出现你。那等一下如果又出现我爱你但是我爱你但是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类似这样的话好了。那我爱你但是我的时候等一下这个我不是应该要预测爱吗？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会 confuse？ 如果你没有记忆结构的话，是不是输入同个单字，它就必须输出同个字嘛？那这句话就会，那你的话就会变得很奇怪。这样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好，
所以说这个循环神经网络它一定只能够基于 LSTM， 它不能基于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这样可以接受吧？好，所以 LSTM 本来我们在前面用的时候，它看起来好像跟卷积神经网络差别不大，但如果你用到循环神经网络之后，它就变成唯一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做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好，我们这边做一个我们实验，这个因为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正常训练神经网循环神经网络的时候，你的 input 应该是要一个单字， output 也要一个单字，因为这样子，这样它才节省空间嘛，对不对？可是这样这个网络不好训练，因为你想想看，你输入一个单字要预测下一个单字，那单字总共有几种？我单字可能有十万种，对不对？你就你遇到了我们，你 input 可以是一个 embedding， 你 input 可以，假如说你现在这个 Wikipedia 的那个单字总共有40万个，那你可以把它压成50位的向量，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 output 一定就是要做40万分类的任务啊，对不对？因为你 output 的时候，你一定必须指定到底是输出哪一个字嘛。所以如果今天做的是 word level 的模型的话，这个模型会太大，就我没有办法在上课的时候给你们实验的，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今天想要做的模型是字符为 level 的，可是字符 level 的那个 input 的变化就很有限的嘛，总共就英文就64个字母，那顶多再加上一些标点符号，对不对？可是 output 就很少，那它就这样的一个模型啊，可以初步的让我们看一下，哎，它真的还是可以讲一段话啊，而且同样都是输入 A， 那你前面的文章前面的字不一样的话，你的 output 就会不一样，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好，那我们来试一下哦。好，首先你现在需要先把你的 document 做一个就是前处理，这个前处理你必须要做以字符为单位的这个分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字典会长什么样子啊？这是我们的字典。好，你看了吗？就是第一个字就是这个符号，第二个字就是这个符号，第三个字就是这个符号，以此类推下去。然后我注意，我最后有个 end 哦，有 end 很重要，因为我要知道什么时候我要停嘛，就是我讲话讲到什么时候我要停，所以这个 end 是很重要的哦。好，接着。来，我们定义我们的 iterator， 这个 iterator 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input， 它输出长什么样子。好，我们来看 myValueData， 好，我们就看第一个样本就好了。好，你看到了吗？第三期是什么意思？就是第37个字，这样可以哦。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7个字是什么。我们用刚刚的字典把它对回去。哎，等一下哦，这个不是不应该用这个，应该要反过来用。这个字变它。好，没关系，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字典，反字典在哪里？反字典到底在哪里啊？我 text vector list 吧，应该 text vector list， 我来看一下。哎，这个，等一下，它好像有点宕掉。好，算了，我不把它解开了。大家只要知道，就是这一串，就是说第37个，这第一个就第一个字母是第37个字母，第二个字母是第4个字母，第三个字母是第51个字母，这样以此类推下去。然后它的 label 呢？
的 label 长成这个样子。好，注意它的 label 是一个200×60的一个大矩阵。为什么是200×60？因为200每一个字我都要看这个字它的 output 是一个60分类的任务，就是它到底下一个字是那60个里面的哪一个，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对第一个字来讲，你看它是5，这边是1，对不对？那你再回头看一下这里，好，第4哦，因为它是从0开始的哦，所以我刚刚这样知道，我这样知道怎么对回去了，它是从0开始的。所以我这边要加1啦，好，这样看起来终于 像串字啦，就 renal disease， 然后这边有一些嘛，对不对？这样可以了解，这样大家知道怎么对回去了吧。好，那所以就是我第一个单字我就要预测下一个单字嘛，那对这个我就要预测下一个应该是51，那就是第52个位置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是地方是不是在52地方，看到了吗？这边是1，剩下都是0。好，以此类推，那我就是要做 softmax 去做预测嘛，这样可以接受。好，所以我的网路结构长成什么样子呢？来，你看哦，我的网路结构非常简单 ，embedding 完了之后，先过3层 LSTN。好，我这边 LSTN 我是没有用加法的，照道理来，如果你要喜欢 ResNet 的结构，你可以 embed 1加上 LST1 再一起丢进来给 LSTN2。然后再一直累加，加到 LSTN， 所以之后再 linear predict 完了之后，直接 softmax 出去跟 label 做比较，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网路，大家看得出来吧？好，那这个很简单的网路，你 training 完了以后，这个要 train 超久，所以我就不 train 了，好不好？我直接拿那个结果来。好，那这个我们把这一段复制贴上一下。好，大家直接下载这三个东西就好了哦，直接下载这三个东西就可以把我们刚刚 training 完的那个语言模型拿来做试试看。好，那我们来这个 load 一下，你可以把它全部清空哦。好，我们把它 load 进来，然后我们把这个模型 RNN 嘛，好，我们 RN 把 my model 等于 mx.model.load。Lesson 实物 V2 model， 然后 RNN V1， 好 ，my model 读进来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好，我们现在随便打一个字好了，就是我打 adenocarcinoma， 它的后面自己接的字。好，我这边是讲说我最后要产生几个字啊？我这边产生20的话，你看它，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它后面接的不是那么，就是它看起来接的还可以嘛，对不对？你看这边 carcinoma 这边有 A， 这边有 A， 但它输出是不同的字啊，它后面那个字跟的是不同的字哦。好，当然你看到它有一些缺点，对不对？它还是出现循环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再随便找一些。我们再随便打一个字好了，然后主要说我们打 renal 好了， renal， renal， 哦，真的只会接 carcinoma， 好吧？那我们接 kidney， 我就不相信他这么会，啊、哦、，kidney disease with， 好，我们来多几个字看看，你很有创意啊，我猜也是啊，好不好？哦，这不是，哎，它到了这里才是啊，好不好？好，所以你发现它还是会循环，对不对？好，这个会循环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网路结构的缺点。为什么？我们用的是 LSTN， 对不对？它动不动就会忘记前面所有的资讯，你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吧？因为 LSTN 就是有这个缺点啊，动不动就会忘记前面所有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现在来教今天最想要教一个东西，就 transformer。好，我们在教 transformer 之前，我们先总结一下目前学到的所有东西它的缺点，好不好？好，来，就是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如果要做语言模型，我们现在先把语言模型定义好。语言模型就是要么 input 是语言，要么 output 是语言，这样可以接受吧？那它可以是 input 是一张图， output 是语言，这样我们也把它叫语言模型，好不好？那它 input 是一张是语言， output 是一个分类任务，这个也是语言模型。我们先把它定义成这个样子。好，那对于 input 来讲，语言要变成 input， 它首先要先经过一个 word to vector embedding 的程序，变成一串向量。那你可以降低很多维度嘛？这个我们学到了，对不对？好，丢进去了以后，我们可以透过那个 attention score 把它 merge， 把它 pooling 在一起。那它的 output 会是一个不错的 output， 这样可以了解。好，那对于 input 的语言 input 的来讲的话，这样的模型我们已经很熟了。好，问题是语言 output， 语言 output 的结构就一定只能用前面的这个 RNN 嘛，对不对？循环神经网络，它透过循环神经网络，不管是 LSTM 还是什么，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一个无限循环链式结构。缺点就是它一定会出现循环，因为你动不动就会忘记前面的问题，对不对？好，我先跟大家讲，循环这件事情显然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你必须做一个神经网络，你的那个权重，它的维度是必须是固定的，所以你永远都只能够用长度为50的向量或长度为500，然后去记忆前面所有的资讯。好，当然你的前面记忆的维度，你的那个维度如果长度为500，它的循环大概就比较长一点。你维度为50，那循环就很短，像我们刚刚这个样子。这样可以听得懂我意思吗？可是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无限循环下去，因为如果你用 LSTM 的话，它动不动就会忘记前面所有的资讯啊。好，那当然，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是我去改 LSTM 的结构，让 LSTM 不要动不动就忘记前面所有的资讯。可是这样就有缺点，你说不主动让它忘记，它就会出现记忆递减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设计一个想法。大家记住 Transformer 提出来的最核心的想法，我必须让 Model 在预测第1000个单字的时候仍然看得到第一个单字。有听懂他的意思吗？这是需要挑战的地方吗？ LSTM 或者是以前的 RNN 最大的问题就是记忆衰减问题。 LSTM 解决了一部分记忆衰减问题，它解决的办法是我记住重要的字，前面太不重要的字我就丢了。可是问题是，如果重要的字出现太多次，那前面重要的字还是被忘掉。所以我现在新设计出来的结构，我必须要让它即使在很远很远，就是预测到很后面的时候，我仍然要看得到第一个字。好，这是一个新的结构，叫 Transformer。这篇 paper 的名字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好，这篇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棒，这是一个那个英文的一个就是俚语，基本上就在讲那个小孩，就是叫小孩要专心上课的时候，大概就会讲这句话。那我觉得他名字取得不错。好，可是这句话他当然也不是乱取，因为他并不是教小孩，好不好？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意思是啊，哎，我们刚刚教循环神经网络教了半天，对不对？这个循环神经网络我们不要用它，我们唯一需要用的是 attention。attention 就是我们刚刚中间教的那个处理的方法，对不对？意思是我整个结构都只有 attention。哎，你仔细想想有道理，你现在思考一下 ，attention score 不是可以协助我去决定我到底这么大篇 document 我到底要看哪些字吗？那如果我每一次在预测下一个单字的时候，我都让它往前看所有的 document， 所有你预测过的东西，然后我请它用 attention score 去整合前面的资讯，然后变成新的 document， 新的一串向量，
这样我在做向量整合的时候，是不是永远都可以看到前面所有的？好，这就是 transformer 的核心逻辑，利用 attention score 来做记忆，而不是本来 LSTM 的记忆逻辑是，我每次预测的时候，我都产生一个长期记忆跟一个短期记忆，然后让下一个神经元去做。我现在不要产生了，我现在是每次我的 input 除了 input 自己外，我还要看到前面所有的文字，然后使用 attention score 帮它做加权、压成固定大小维度，再来进行运算。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今天你的前面的单字有两个以上重要的单字，啊，主要说 cancer 当然很重要啊，对不对？那你今天做 cancer 的分类器，当然你只要注意 cancer 就好。那，啊，如果你今天的分类器是一个多分类的分类器，啊，同时你需要看 cancer，啊，你也要看这个，假如说这个COVID-19 好了，那你又要看什么？那你看到 COVID-19 的时候，你也会把全部的东西都忘了，因为 COVID-19 是个重要的字嘛，对不对？你看到 cancer 的时候，你也会把全部的单字都忘了，因为你需要注意 cancer 嘛，对不对？这样在做预测，后面预测的时候是不是你完全是 based on 你刚刚有没有出现这两单字的其中的，因为你就忘记全部。可是如果你让他每一次在做预测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前面所有单字，然后去做 attention， 那是不是你需要预测 COVID-19 的时候，他就可以抓跟 COVID-19 比较有关的字，然后重新产生一个长期记忆？那你需要看 cancer 的时候，他就可以抓前面跟 cancer 有关的字，形成新的长期记忆。你的长期记忆就变成不再有顺序性，而是每一个单字你在做每一个预测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长期记忆。这就 attention 的好处，这样听懂吗？那我们现在来看 transformer 要怎么做。好， transformer 怎么做呢？来，这个我在预测 start 这个字的时候，我需要看前面，啊，注意我们先定义一下 transformer 的结构。Transformer 的结构，它最开始发表出来的时候，它 focus 的任务是翻译任务，就是给我一段啊，这可能是法文吧，还是什么，我搞不太清楚，西班牙文还是法文之类的，给我一段法文或者是中文，然后我要翻译成英文。那它的翻译，这个法文这段话，它永远都是，那它一定就是 embedding 进来之后，然后它就产生五个高阶向量，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接着这个 encode 完了以后， encode 完了以后，它就变成五个单字，就是五乘以啊，假设这个向量是长度是50，好，那就五乘以50的一个矩阵。好，那接着它这样这个结构叫 encoder， 它把这个结构叫 encoder， 就是把一串法文变成一个高阶向量，这一串这个结构叫 encoder。这个 encoder 啊，它可以每一个单字都可以看到所有的单字，这个没有问题。对于 decoder 来讲，右边这边 decoder 就是我要产生，我要讲话了。我要讲话的时候，这个 decoder 我在做这个单字的时候不能看到下面的字哦，因为我还没预测出来啊，对不对？所以预测 start 的时候，我总是可以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开始要预测了，给他一个 start 这个标签，他就会看到，哎，这个 start 啊，你应该要看前面这些单字的哪一个单字。预测哦，我可能一开始是比较看这个，啊，剩下的都不看，然后预测出来 I， 然后再预测下来下一个单字的时候，哎，他可能看这个单字，啊，预测出什么？他可能是看下一个单字预测出什么，看下一个单字预测出什么，不见得会照顺序哦。本来中文跟英文本来就不是完全照顺序的，对不对？所以他不见得会照顺序哦。好，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不是扩展性就好了非常多。好，这样可以了解吧？我每一次要预测新的单字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前所有整篇文章，而且我告诉你，它还可以看到前面我刚刚预测的单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篇 paper 主要最重要的结构，主要的模型长成这个样子。我现在一个一个部分跟大家讲。Input 假设是十个单字的句子，假设是一段法文，
那经过 embedding 以后，它是不是就会产生，就是比方说，假设你是10个单字，然后那个 embedding number of embedding 是这个500，那就会产生10×500这样的一个矩阵。好，注意，你要先加上 position embedding。为什么要加上 position embedding？ 因为你原来你用 attention score 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这是第一个字？我怎么知道这是第二个字？我不知道。所以为了要告诉模型，这个同样都是爱这个字，这个主要同样都是这个 I 这个爱我这个字，我这个字啊，它是在第一个字还是在第二个字？我需要告诉模型这件事情，所以我需要 embedding 完了以后，先加上个 position embedding。这个 position embedding 是长什么样子？等一下我会讲，我等一下下面就会讲。但你先记住一件事，它必须先加上 position embedding， 它才能往后进行运算。这样可以了解吧？好，接着咧，它就经过一个 multi head attention。等一下我会讲，你把它想成这就是个 module 就好，这是一个模块。好，做完模块之后咧，再经过一个 fit forward 的模块，这就是 fully connected， 这没什么了不起。经过完这两个模块以后，这个 add normal add 的意思就是 residual net 那个，就是 residual learning 把它累加起来。normal 呢，它有一个，就是反正它就是做一些什么，什么 bench normalization 之类的玩意而已啦。好，然后这样的结构乘以 n 次，这个左边就是 encoder， 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它其实本质上跟我们的LSTM 没有什么不一样，跟我们前面的这一串 LSTM， 我们看这个结构，它没有什么不一样，它就是一直往下，这样可以接受吧？它就是一直往下这样预测而已，这样可以齁，一直把它叠起来。好，那 decoder 的部分就比较复杂一点。 decoder 的部分是我现在丢进 start 进去之后，这个 start 这个字，它要看到前面所有的单字，它要先自己做一个 attention， 但是它不能看到后面的单字哦。我现在预测，我现在第一个单字，我第一个丢进来，我要做预测的时候，我不能看到后面的单字，不然我就作弊啦，对不对？然后接着 attention 完了之后，它还要跟旁边的 attention， 注意哦 ，encoder 都只有自己的 attention 哦，它这里也是只有自己的 attention 哦，可是这里。它多了一个，这个我们通常叫 cross attention， 它这边没有叫，它这边没有说它叫 cross attention， 但是通常我们后来都把这边叫 cross attention， 就是交互的，就是我们把这里的 information 丢过来让它看到，然后一样 feed forward， 后面就继续出去，一样乘以 n 次出去。好，那我们来现在来看第一个 transformer 的关键点，就是 position embedding。这个 embedding 我们可以了解了，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用 what to vector 产生 word embedding， 然后丢进去嘛，对不对？好，那 position embedding 要怎么做呢？这个 position embedding 是很讲究的，第一个单字、第二个单字、第三个单字，它的 embedding 已经是一个很特别的 sine 跟 cosine 的函数所决定的。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呢？设计成这样是有道理的。来，它的意思是说。这个如果你今天这个你第一个，假如说你第一个这个embedding 就是你这个你 position 就一，你就把一带进来，那 position 二就把二带进来，好，以此类推。好，你这样做完以后啊，你的 embedding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第一个单字，第一个 position embedding， 就是 position 等于一的时候，它的 embedding 长成这个样子 ；position 等于二的时候 ，embedding 长。这样子，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对于第一个维度来讲，对于第一个数值来讲，它的循环是不是很快？白色就是正一，黑色是负一。你如果仔细看这里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如果很小的话，这个数字是不是会变得很快？这个数字变得很快的话，sin是一个循环函数嘛，它的循环周期就很短。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吧？所以除的数字如果很小的时候。除了数字什么时候会很小？这是一万嘛，对不对？你一万的这个数字，如果这个数字很小很小的时候，如果很接近零的时候，这个你除了数字是不是就很小？
除了数字很小的话，这个是不是循环很快？所以对于前面的地方来讲，它循环的非常快。然后第一个是 sin 的循环，第二个是 cos 的循环，第三个是 sin 的循环，以此类推下去。所以 sin 的循环，你看它循环的越来越慢，它循环的越来越慢。你看它黑色的地方是不是越来越慢？这样可以接受吧？好，这样的 embedding， 我们已经了解了它 position embedding 的具体的样子长什么样之后，你一定不知道为什么它 embedding 要设计成这样子。你看起来就是它定出了一个公式，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说这样搞就可以，那为什么这样搞可以？我跟大家讲 ，paper 里面没有写，下面这个是后面人家用猜的。为什么呢？来，这一串向量跟这一串向量做内积，和这一串向量跟这一串向量做内积，它们内积出来数字会完全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今天第一个单字跟第二个单字的 position embedding 做内积，和第五十个单字和第五十个单字的 position embedding 做内积，内积出来数字会完全一样。那内积数这些。你如果把两个 embedding 做内积，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两个单字离的距离是一样的，离的距离是一样的，它们内积出来的数字就会一样。那而且如果距离越近，内积出来的数字越大。这样的一个方程式设计出来的 position embedding 就有这个特性。那至于为什么？人家这个Transformer， 我先跟大家讲 ，Transformer 这篇 paper 是 Google 出的。这个 paper 里面完全没有写为什么它 position embedding 设计成这个样子，这个是后面的人猜的啦。那但是他设计成这样子，那最后他这个模型非常的成功。那用其他 position embedding 好像效果都不太好，所以没有人知道到底为什么 Google。他们自己也不讲，好不好？没有人知道这个为什么他们设计成这样。那后面的人猜是这个样子。啊，我先跟大家讲这种公司出的 paper， 这个不讲具体细节的很多。不然你看 ChatGPT， 不要讲 ChatGPT 那个就是 GPT 1、GPT 2、GPT 3， 甚至 GPT 3.5， 它的具体细节都还讲很多。如果你去看 GPT 4。他的 model architecture 总共只写了六行，而且六行里面写什么 ？Transformer style， 什么叫 style？ 我就搞不懂了，对不对？那反正他们现在也不想让你知道，所以这种 paper 很常见，这样懂我意思吗？不过反正他设计出来好用，所以大家都是这么用，之后所有的 paper 都是这样用。那。我这边只是告诉你说这个 embedding 有什么样的特性，但是至于它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特性就选用这个 embedding， 然后拥有这个特性的 embedding 是不是都能够用，抱歉我不知道，这个需要很多运算资源去实验才知道。好，那接着，所以第一个部分这样子，前面这个结构你应该可以了解了。好，那我们接着就要讲第二个结构Multi-head attention， 对不对？我们讲 multi-head attention 之前，我们要先讲这个 它的 attention 是什么。来，大家注意哦，你的一个向量丢进来之后，你现在我们现在看这个向量好了，它是不是出现？它是不是有一个向量？这个也有一个向量，这个是一个向量，这个是一个向量，这个向量。我们现在向量1到10号，我们编码好不好？一号向量、二号向量、三号向量、四号向量、五号向量。一直到十号向量，这样可以接受吗？好，我们的一号，我们的六号向量，我们要算六号向量的数值的时候，我们的六号向量先经过一个，先经过，哎，在这，我在这里，先经过一个 WQ， W 就是权重的意思 ，WQ、WK 跟 WV， 所以对于每一串向量。我们都产生三组新的向量，这三组新的向量分别是 query、key 跟 value。这三个名字是我们
给他的名字，那他的 input 维度假设是50， query 的维度也是50， key 的维度也是50， value 的维度也是50。好，这样大家记住了。好，所以本来你是有1到10个向量，现在你是不是有1到10个 query， 1到10个 key， 1到10个 value， 这样可以接受吗？好，那他就用，你要算他的值的时候，你就用他的 query Q6 乘上 key1 Q6 乘上 key2 Q6 乘上 key3， 以此类推。那你内积完了之后，你是不是会得到一个 single value？ 你的 query 的向量长度是50吗？ key 的向量长度也是50，内积完了之后会得到 single value， 所以它不是一串向量，它是 single value。 那是不是我 Q6 可以对所有的 key 做一次 query？ 这就是为什么它叫 query 的原因呢？做完全部的向量内积之后，我是不是产生了10个数字？这十个数字做 softmax， 我就得到了对于它来讲每一个单字的attention score。 那因为每一个单字的 Q 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每个单字得到的 attention score 是不一样的。 Key 是共用的，可是 Query 是不共用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因为对于他的 Query 来讲，他找到的 Key 跟 Query 比较相近的，可能和另外一个 Query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他来讲，他的 attention score 可能是00000.7 0.3 00，那对于他来讲他可能是0.8 0.2 0000，类似以此类推，这样可以吗？好，你得到 attention score 之后，你的 query 跟 key 都用过了，对不对？所以剩下你的 value， 你就把你的 attention score 乘上它的 value， 加上这个 attention A2 乘上它的 value， A3 乘上它的 value， 以此类推，把它全部加起来，这是你的 final value。看方程式，来 ，query 跟 key 先相乘，相乘完了之后，要先除以一个常数，接着做 softmax， 这就是 attention 嘛，对不对？然后接着再乘上 v， 这就是你的 final output， 这样可以接受吧？这就是 transformer 提出的这个合并的一个方式。好，有时候来，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它的图哦。这个图是 paper 里面的图哦。产生 query key 跟 value， query 跟 key 先相乘了以后，先 scale 就是先除以这个数字。好，先除以一个数字之后，再 attention 完了以后，它先 mask， 这个 mask 它 opt 的意思是可以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它在 encoder 的，它在这里的时候。对于 decoder 来讲，他要 mask， 因为他当前对于这个单字来讲，对于这个单字来讲，他不能看到这后面所有的字。可是对于这个单字来讲，后面的字是可以看到的，因为他是 encoder， 他整篇文章他都可以看到。在翻译的时候，整篇所有的整法文的所有 embedding 任何一个单字都可以看到。可是在 decoder 的时候，我要产生英文的时候，那对于这个单字，它不能看到后面的字。对于这个单字来讲，它可以看到前面的，但它不能看到后面的字。所以这里需要一个 mask 去挡住它，让后面的 attention score 是零。这样可以接受吧？好 ，mask 完了以后，就 softmax 产生 attention 嘛，跟 v 再相乘，然后累加，这就是其中一个 attention score， 其中一个模块。好，然后你用类似那种什么group convolutional 的那种结构，你就可以把很多个 attention 合在一起，这就是 multi-head attention score。 multi-head attention， 这个 multi-head attention 就是这个基础结构，然后出现 h 次，然后把它 concat 就是把它合并起来，然后最后再过一个 linear 转换，最后就出去了。所以这个 multi-head attention这个
应该你现在有办法想象，我就不实现那个程式，但是你可以想象，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 multi-head attention 产生完了以后啊，我可以接着我要做什么嘞？接着我需要就是产生一个，就是我需要用那个像 residual learning 那样子把它结合在先加起来，加起来的好处是梯度不会消失。啊、接着呢，再把它 normalize 可以用 bench normalization， 但是在这里用的是 layer normalization。layer normalization 跟 bench normalization 差不了多少，它只是 normalize 的维度不一样，一样都是减平均数除标很差，差不了多少。好，然后接着这里再做一个 feed forward 就是 fully connected， 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仔细看 paper 的话，我现在就看着 paper 来大家解释，这样大家知道 paper 要怎么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篇 paper。这篇 paper 你给我我们教大家看一次 paper 好了，就趁这个机会教大家来一次 paper。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来，我们看摘要。来，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是 sequence 翻译 model 的时候啊，我们会遇到，通常是 based on 这个复杂的 recurrent， 就是循环或者是卷积神经网路。好，那 best performance model， 它通常要有这个最好的模型，它需要有个 encoder， 也需要有个 decoder， 就是跟我们刚刚讲那个东西。那通常要经过一个 attention mechanism， 这个之前就已经发现有 attention score 的 model 比较好。好，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模型 transformer， 那它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好，那它完全 based on 这个attention mechanism， 然后不考虑这个是什么 recurrent 还是什么。好，然后我们做了两个翻译几个机器学习的翻译任务。好，这些都是屁话，我们都跳过，总之就是它很棒。好，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内容了。内容我们可以看背景，说 recurrence neural 那个 neural network 有什么嘞？Long short-term memory， 我们教的那个东西 ，get recurrent neural， 我们刚刚讲引申的那个地方 ，GRU 那个玩意，好，它做得很好。然后呢，它这个它可以做那个就是机器翻译做得很好，那有很多这个努力可以去帮它。但是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来 recurrence model typically 这个然后它怎么做的？它说用我刚刚讲那个做法，就是它会有一个HT 减一，然后去做预测嘛，这样可以预测吧。好，那它有什么？它就是看 pretty sure， 然后它在句子长的时候，它的 memory 就会被 limit 了，就是导致它做的不好。这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问题，对不对？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他认为 attention score 可以好好解决，跟我刚刚讲那个方式是完全一样的。In this work， 我们 propose transformer。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要讲一篇 paper。很重要的话，我刚刚前面那些铺垫、啊、当然你可以再讲更精简一点。我们之后要讲五分钟，你要讲一篇的时候，请你 background 拜托不要讲太长，看它也没有很长，对不对？一个很重要的 paper background 不用太长，请你讲三句话、五句话，就把这篇 paper 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前的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那他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请你把它讲出来。我给大家看的所有 paper， 他前面用到的技术。都是我们上课讲的。如果是 based on 一个我们没有讲过的 paper， 我就不会跟大家讲，我就没有教大家看，这样懂我意思？你们所有人看的 paper 都是一个前面的，就是前面的 background 用到的技术都是以前我们看过的东西。好，那接着这是 introduction 嘛、啊、background、啊、这边我们不要看了，我们看 Marty Architecture， 他提出了这个结构之后，他就告诉你说。我们的 encoder 跟 decoder 要长成什么样子？好，这里有刚刚那个方程式，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方程式 ，multi-head attention 把它合在一起。好，把它合在一起之后，接着它这里就会说我要做 feed forward 就是 x 乘以 w 加 b， 这就是 dense 那个 fully connected 的嘛，对不对？好 ，max 零啊，这就是 radio 嘛 ，radio 完之后再乘上一个 w 2， 然后接着加 b 出去 ，ffn 这就出去了。好，所以。它的结构就是这么的简单，这是它的 position embedding，
好，这边他有解释 why self attention， 讲了一大堆，但是没有讲 why position value， 这就是我刚刚讲说没有，就是为什么他长那样没讲。好，下面 training 的这些具体细节，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请大家报五分钟的 paper 的时候 ，training 的具体细节，请你不要讲 ，result， 请你讲两句话就好，因为我会叫你看，一定就是 result 很棒，对不对 ？result 其实你只需要讲一句话，结果很好，结果也不可能不好了，结果不好我也不会叫你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 result 其实也不用报啊，最后 conclusion 这个东西很棒，大家以后好好用。就这个样子，所以请你重点讲在它如何实现。至于 training， 它是怎么具体 training 的，什么 learn rate 的多少，没有兴趣，好不好？请你把它最核心的 idea 讲出来。最核心的 idea 是它要解决记忆体不足的问题嘛？它这里有写嘛？对不对？然后它提出来的结构就是 all attention， 然后怎么去解决？好，解决了，接着你就可以讲，这样可以了解了。好，那所以你现在理解 transformer 结构了。transformer 结构是一个有 encoder 就是丢一堆文字翻，就是你要翻做翻译任务的时候丢一堆法文，然后它的 training 模型是有法文又有英文这样子配合 data， 这样可以吧？ transformer 提出来的时候是类似这种感觉嘛，对不对？有法文有英文，有台语有国语，有国文有英文，这样可以吧？那encoder 就是丢你要翻译的那串字，然后翻译出来的结果你就放在 decoder 把它丢出去。 transformer 它最初就是用来做机器翻译。那当然你说机器翻译，那为什么我说现在它统一世界了？为什么图像要怎么丢进来？好，我跟大家讲， transformer 当初提出来的时候做翻译任务，后面的人当然给它做了很多改进嘛，其中的最重要的改进其实应该有两个很重要的改进。第一个改进是 Google 团队，其他 Google 是这家公司里面会有很多个团队， Google 的其他团队Transformer 其实是一个实习生做的， Google 实习生做的，大家不要觉得实习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实习生大概十之八九的是什么 Stanford 的博士生啊，或什么 Stanford 硕士生啊，什么哈佛的什么，那个大概也不会是什么了不怎么样的人，那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那种什么哈佛、Stanford， 那你要考进去，那绝对不是跟考国防学院一样简单的、啊，对不对？我最近就是大概最近这个暑假的时候，常常会有那个什么什么 Stanford 的学生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MIT 的学生啊，有时候会来我们这边实习啊。我每次问他们 SAT， 他们每次履历拿过来 SAT 都是满分的啦。大概跟学测满积分没什么不一样啊。那所以说那些人你不要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所以虽然是个实习生做出来，可是还是很了不起。好，那 transformer 后面有两个很大的改进方向，我可以先跟你们讲。第一个改进方向也是 Google， 我直接跟你们讲，现在世界上两个做 AI 最好的公司，你们应该可以同意是 Google 跟 OpenAI 吧？你们应该可以同意吧？你们应该讲不出来比这两家更厉害的啊！你可能会说 DeepMind 啊，那已经被 Google 买走了。你可以说 Microsoft 啊，那 OpenAI 也被 Microsoft 买走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一伙。反正这世界上目前做 AI 做最好的两家公司，就是 Google System 跟 Microsoft System， 这样可以了。所以对于 Transformer 的改进，目前就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Google 版本，一个是 OpenAI 版本。Google 版本叫 BERT， 这 BERT 啊，它的逻辑就是我只要 transformer 的 encoder 的结构，我不要 decoder， 我只要 encoder 的结构。那怎么样只要 encoder 的结构呢？那你只、就是、你只要 encoder 的结构，那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所以他现在先做一件事情，他 input 的时候啊，本来大家注意一下，How are you doing today?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这句话，它前面又给它加了一个符号叫 CLS 哦。这个 CLS 是一个额外的一个 token。这个 token 就是你丢进去之后啊，这个反正
它没有什么意思，这不重要，反正就是丢进一个东西嘛。好，那他在 training 的时候，这个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他在 training 的时候啊，这个他把其中一个字丢掉，然后 How are mask doing today？ 他就问你说这个 mask 你要预测什么东西？那这个是不是很像那个我们在前面做 What to vector 那个模型？很像，非常像，对不对？只是中间的结构本来很简单，被改得复杂而已。那你还记不记得 What to vector？ 那也是 Google 出的。好，这个那 model 就可以去预测嘛 ？model 就可以预测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可能是 you， 这个是 they， 这个是 your， 这个可以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学的来任务哦。那学完了以后，这样的模型学完了以后，这个到底模型之后要怎么用呢？前面不是有个 CLS 这个东西吗？这个 CLS 啊，它就可以去看到整篇文章所有的句子，而且它本身不带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它本身也不是任何一个单字啊。所以这个 CLS 产生的这一串 embedding， 它未来就可以拿去做你想要做病例分类也可以，你也可以拿去做各种你想做的事。所以一篇文章经过 BERT 这个结构之后，它 CLS 在 CLS 出生的 embedding 就可以拿去做任何事情，有点像我们在图像识别的那个图像分类模型，我们用 ImageNet 做 pretrain， 我们用多产生一个1000分类的任务嘛，对不对？最后那一层的 embedding， 最后那一层的向量，我们可以拿去做任何事情。所以 Google 团队它所提出来的结构 BERT。这篇 BERT 大家不要瞧不起这篇啊，这篇 paper 被引用次数那也是个几万次啊，也是一个什么六七万这样的数字啊。你们现在不要说看这些，我现在带你们看的 paper 引用次数都什么好几万，你们就觉得好几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好不好？大家对什么几千几万，几千就已经非常夸张了，不要讲几万，几千就已经很夸张了。就是因为它 impact 很大，所以说引用次数才会那么。那他 training 的时候啊，就非常简单，随机遮罩 15% 的字。那这样的网络训练出来之后 ，CLS 这里的 embedding 就可以很好的做非常多下游任务。他到底做了多少下游任务嘞？我们来看一下，他做了很多啊，什么文字、什么文艺检索啊，什么什么哦，很多，这个我就不想看了，好不好？这边有他做了一大堆任务啦，这个我就不想看了。这是 Google 团队，就是他只用了 transformer 结构的 encoding 部分 ，encoder 部分。那 ChatGPT 呢？或者是 OpenAI 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只用 decoder 部分，他们不用 encoder。所以你仔细思考一下，他们两家公司发展方向完全不一样。所以 ChatGPT 是被 OpenAI 发展出来的，因为你想要做文字接龙。是用 decoder 的结构，对不对？那 encoder 的结构可以拿来做什么？ encoder 的结构你拿来做，举来说这个你可以把每一篇文章都抽成一个向量，抽成一个向量拿来做搜索，是不是就很容易？因为你现在问一句话，你现在打在 Google 一句话，你问他一句话，然后他要去做搜索的时候，你是不是他是不是可以把你这段话抽成一个向量？那他所有的文章，他 database 里面所有的文章，他是不是都有，这个一串向量，他就可以比对嘛，比对高的他就丢给你。所以 encoder 的结构，他可以拿他拿来做的任务跟 decoder 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 ChatGPT 他不会搜索，因为 GPT OpenAI 做的是 decoder 的结构。好，可是当然你会说这两个结构它其实是很像的，共同嘛，对不对？所以 ChatGPT 会出一个 plugin 嘛，对不对？之后他说可以搜索嘛，对不对？这个逻辑就是他把 encoder 加进来。那 Google 现在是不是出了一个什么 bug， 对不对？因为他以前只做 encoder 啊，那发现靠 ChatGPT 要统治世界了，是不是？不行，我也要做 decoder， 所以他也把 decoder 加进来。所以现在啊，这个结构合在一起，
但是这些就是这些中间的这个过程还是就是有一就是可能 A 公司他投资 encoder 啊 ，B 公司投资 decoder 啊，那最后这个他们各自在 encoder 跟 decoder 部分都有很就是等于说怎么去 training 他 training 的好，他们都发展的就是等于说都有一些独门技术在里面，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 ChatGPT 你想要做搜索，你要搜索的比 Google 好，哎，可能。也许刚开始 plugin 现在虽然是还没有 release 啦，可是当它 release 了之后，你可能会觉得效果还是一般，对不对？可能还是做 Google 比较好。那 Google 的 bug 啊，你要叫它去做回答，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般的。毕竟，过去大概两三年的这个累积，他们公司总是有藏一些独门技术没有放在 paper 里面的。我相信大家以后发 paper 的时候可能会这么干，对不对？80%的技术会公开。20%的技术可能也不会公开，对不对？特别是在那种，特别是在那种人家很难验证的。什么叫很难验证 ？Training detail 就很难验证，对不对？因为你今天你可以把你的 model open source 啊，可是抱歉，为什么它参数长成这样子？不知道，我 training 出来就是长这个样子啊，你没有办法 training 出一个跟我一样好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样 train 嘛，对不对？那我给你这个。我给你这个 training 的参数啊，我给你用啊，你用的效果，效果好的不得了，对不对？你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 train 出它的，对不对？今天那个这个就你在 training 神经网络的时候就有点像这个样子。我今天已经把这个学生教成这个样子，这个学生你要怎么考他都可以，你可以随便他，你可以随便考他，他考出来的成绩就很好。可是我不告诉你我怎么教他的，你又能怎么样？对不对？搞不好偷偷用了一些什么秘诀啊？可能就不会写在 paper 里面，这样懂我意思吧？所以他们应该都会累积一些技术了。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上课基本上要上到这里。那这个就是我们 summarize 一下 ，transformer 是一个很棒的结构。我之后教大家看的 paper 里面有教你们怎么样把 transformer 用到图像视觉，怎么样把 transformer 它甚至也可以用到表格化数据。很多方法去扩展 transformer， 目前以2023年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 ，transformer 应该有机会形成这个大一统。也就是说，也许在这个就是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所有的神经网络都被丢掉了，只剩 transformer 留下。可是它现在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现在要做它要的算力。非常大，全要的 database 很大，要的运算资源也非常大，那不是一般人玩得起。可是硬体会变便宜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会有一些新的技术，就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刚出来的时候，这个也是要的样本量也是要大到不可思议才有办法做。那现在随着大家一路的研究，它的样本量已经可以变小了。好，那这个所以这个大家知道 transformer 是很重要的。好，那第二个我想给大家的一个 summary 就是，这个大家 LSTM 是1997年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1997年出来的东西，他那个时候就知道，我应该要用 attention score， 他的那个长短期记忆就有点像 attention score， 然后忘记嘛，对不对？它其实就是 attention score 的原型。对不对？他 Deep Residual Learning 是2015年、2016年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有人 based on attention score， 还有这个 LSTM 产生 Highway Network， 它的结构长这样：一个东西进来，经过一串运算之后，我们产生一个，它叫百分之几流，百分之几用原始资讯，百分之几用这个新的资讯，产生 attention score 这样的一个 Highway Network 啊。其实2013年就已经被人家提出了。但是他失败。那 attention at residual net 其实也是抄他的。只是把它更简化。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在于没有解决核心问题，梯度还是会消失。他梯度就不会消失。可是原理是很像的。所以 highway network 的 idea 是从 LSTM 记忆单元来。所以说
大家在看 paper 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要，就虽然说你可能只对视觉有兴趣，主要说你只对语言分析有兴趣，你对文献图像分析有兴趣，那你可能还是得看语言的 paper， 因为很多概念是共同的，而且你可以拖那边的 idea 过来用，这样可以了解。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我大概就是下一节课啊，就是五月八号那堂课哈，我想要带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大部分人都就是想用自己看的，那五月八号那一天，我想要带大家 review 这四堂课内容，所以大家一定要先看哦，而且要跑过程式码。那我会讲比较快，一次要上四，一次要四个嘛，对不对？那你也可以不要来上啊，如果你觉得就是你已经很就是你看上课讲就差不多了，也有录影，那就那个不来不会怎么样，好不好？五月八号主要我是来给大家问问题，我会问一些问题 check 你是不是真的懂，那并且你如果有问题看不懂你也可以问啊。五月八号主要是做这件事。那这个这一节课第十六课就是你们要先报 paper。报 paper 我们定在学习的最后一天是5月19，是不是？就合适吗？我们就5月19的4点来做这个事情。好，那我知道大五要先回家嘛，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再分开约时间，我们单独约。那大家听不到那个大五的报告没有关系，因为他们讲的东西我还在讲一次，好不好？那这个只是要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机会，大家知道5分钟要怎么看完一篇 paper。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